爽。哎，那会太重了。哎，不会。难道这就是爱？吴宗宪、K 林柏生和坤达共同主持的三立外景节目《综艺玩很大》，每每播出新的集数，都会掀起热烈讨论，且今年还双料入围金钟奖艺制及实境节目主持人奖及节目奖。昨四日节目到外地录影，参与的来宾还出现吴宗宪的儿子路西派，自 K 发出的现实动态可见，吴宗宪拿着刮痧棒替中暑的路西派刮痧，过程中还听到吴宗宪问儿子这样会太痛吗，路西派则回马上刮，马上有感觉，可在动态中写下宪宪平常骂路西派其实爱死了。对，马上刮，马上有感觉，很久没刮吗？我几乎不会刮。那你会红。其他来宾还包括焦曼婷、葛晨玉、余翔全、葛兆恩和林盈卫几位新二代。此外，林盈卫也抛出 Kid 和坤达在帮高凌风儿子葛兆恩设计发型的影片，他们一个人在喷发胶，另一个人在狂抓头发，直接让葛兆恩顶了个像是超级赛亚人的发型，互动相当爆笑。造型蓝胶头胶头胶头